你妈回来啊？你来啦！咦？哦，咱搞完了。好，大哥，谢谢啊。别。你干什么啦？妈的，垃圾！帮弟弟把头发擦干一点啊，不要感冒了。上面啊，牙刷买回来喽。你把它带弟弟去刷牙，准备睡觉。走吧。你干嘛？你怎么了？真的真的要住这里哦。哎，你少啰嗦啊！哎，我还买了这个。我自己来啦。我帮你啦。来了。哎，今天真的很抱歉哎。好像给你找麻烦了。算了啦，我明天再去潘明彦家看看，说不定他们什么都不记得了。